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，朋友。真心话是，我觉得无所谓，就肯定有所谓的，换场会变弱，但是战吼还在啊，这战吼已经是大于一切了。就是我认为雪崩削弱以后，就是它变成一张合理强度的牌，不是一张超模的牌。就如果大家从一个超模的牌变成一个合理强度的牌，大家如果不能接受的话，那你想一想当年雪崩五费的时候的，对吧？雪崩削了以后也是一个非常强力的牌，六费五杠五冻结，这个已经是非常厉害了，没有什么可以挑剔。你看一下横向对比法师的暴风雪呀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就很好呀，没什么问题啊，啊，对吧？来个地标，没有，我不太想换牌，这个留着，换给他。大地来了，这一期就有大地。鹦鹉以后还复制雪崩的战吼吗？你看我打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有很少的局复制雪崩了。因为现在雪崩的作用真的是微乎其微，就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说，你知道吗？这里我觉得我们解这个一杠一吧，因为它会冻结，所以我给它进化了，这样可能是比较好一点点的。再来个自己，啊！我有大地了，就是因为你撞了一个场攻高了，只差一点场攻，所以你肯定是解这个冻结更加好一点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大地没了，他如果会玩，他会换我的四三三。啊，完蛋了，对面会玩，这是最好的一换，所以我现在这种牌一个都不出，防他换呀，多一点错误选项。但这个三选一看到大地的概率其实很高的，为什么打四三三？这是打的最好的一手啊，不然你拿什么拿大地吧？因为他看到我大地的话，他可以用我的四三三再把大地换过来啊。我也在想，这回合直接打一加六算了。我不会永远困在往日之中。我的獠牙一直打架。举杯吧。这个被画的真的有点傻，这我真的是没办法，我这个手牌不管我怎么腾掉，它一定能画到大地的。我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把这大地给交了。嗯，对面解不掉吗？还有那个零费冻结。我就说吧，我暂时不切任何的战吼，如果我过鱼了，他假如说换，有可能会换到我的吃的，而且我战吼切就没有大地战吼了，这个虽然有点弱，但是我还有个打八呢。开心过头了，
长弓降了就可以，不过这个怪有一点点麻烦。你看吧，我跟你说，我如果过了鱼一定会被他吃没了，不过我的手牌也不怕吃哦。好像我的手牌不怕吃，随便你吃。不是一就是二，因为这个他打掉了，那是一。我，李大爷，没有那个我还能接受呀，说明他没伤害。一个吃，一个八，还有一个不知道。变身，哦！想一下，这里我要这个打六吗？我觉得我想出奶六和二三。随便，这个是个打二还是个打六都行，打二也很好。这里，只是我让对面出格子了，不过我出怪对面一定能送。所以这样打是最好的，我没必要打六，这样打是最好的，对不对？你想挑战我的智慧？我有办法。站着别动。不让，就是这个怪，我觉得尽量少让他送掉好一点，这样他出八的时候可以少点格子，能动就动住，是这个目的。可是我这回合出这一个的话没办法呀，嗯，我只能尽量去养，因为它是个点五，如果我一个怪不送，只是把它送了，还送对面一个荣誉击杀，二三没办法摇了，只能尽量去养它。还行，
还行，还行，还行，我都快要哭了，你们感受不到吗？是吧？啊，我的哎，啊啊，本就啊，这主播啊，你把那个八换了。血不亏，这东西不停的呼他脸好像也还可以，我应该不会死吧，这一把不会你们又要啊破产了吧。哇，我的天，我快死了！我有什么冰霜？哦，我今天所有有狼人的局都没进化吧，所有有进化的局都没狼人吧，今天这个排序是不是这样，你们回想一下，我今天但凡有两个都有局吗？没有吧。哦，如果你玩快攻，假如说你玩那个什么术士什么的，你很有可能就匹配到像我这样的萨满，要么就是像对面这种法师了，这就是个天梯非常机智的这个匹配系统，这个很正常的，对吧？如果你是玩快攻的话。居然活着！你别说，还
挺大。莫名觉得这一把我可能有戏，我想想看，这要打吗？暂时不打。莫名觉得这一把我可能有戏，有一种这种感觉。莫名感觉这把好像可以，这把如果赢了你们给我点赞啊，这把如果我赢了你们给我点赞啊。他手里有那个八吗？我觉得他这么打肯定有。厉害啊，我放哪儿呢？随便放吧，放这儿。我不会撞的，我不信我的人品。可以，我要把格子出满吗？要就出怪，因为怪能送掉。可以，你们给我点赞啊。无奴，我这还能抽到过盘的。多的话都不说了，对不对？没格子。我有格子的，我进化就有格子，但是这回合我先不要进化。28够吗？我管你够不够。七没解掉，解了，可以。总该让我神抽一手鹦鹉了吧，总该来一手鹦鹉了吧。这随便你，我这个都能破。这里我一定会下这个找的，因为找能找两下，但是我现在就是打法一就是直接雪崩，雪崩也不是不行。那这是一个点二，我要不要把两个鱼出了然后直接打雪崩，
好像也不是不行，那就来吧，把两个鱼放这里，然后把雪崩放这里，对吧？就是你爱怎么解怎么解，可以吧？鱼可以考虑进化，可以考虑不进化，无所谓的，就过了。雪崩同需找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只能找元素，元素里面现在找雪崩的概率特别低，我已经不会找元素了，因为元素现在特别坑。我可以找一个给你看一下，我觉得现在找元素很弱很弱，你看，这知道为什么我不找元素吗？因为它很拉垮。这里我们还是会继续雪崩的，那就图腾然后崩过，还是放这里会比较好一点点。这里可以把它一个怪进化了，进化一个三费怪，这样它有战斗力，有战斗力。就是我已经不找元素了，如果你们注意我这几天直播的话，因为元素池现在都特别拉垮，就你看我几乎找鱼找野兽我也不找元素了。他有找，他有一张冻结，有一张六，好像是不是，然后打个冻结，对，还能再控我一回合，那这回合来个变身，别让我失望，出个奶六，开了，开了，我回来了，这个声控说不出话，这把开了，朋友，开了，开了。他是不是还有一张洞啊？他这么打的话，暴风雪啊，你动吧动吧，开心就好，你能冻住我多少个？这里面是布鲁坎的战吼，现在拿布鲁坎战吼也没有用，这回合可以考虑打一个九，我觉得打九是最强的和压制力最大的打法。因为这里面拿九也很厉害，这里我觉得没有必要去打这一个。哎，我们把狼人进化了，好像可以，本来我想进化大地的，这里我觉得狼人进化的话狼人是可以撞的，如果这狼人都死了那我认了，我们可以怎么打，就是稳，我不觉得狼人会死，可以，然后把狼人进化了，然后再奶一下过，就不要太暗，也不要切战吼，这里面是九个战吼，九战吼太厉害了，对面暴风雪交了，有本事你变身，他变身还有一张暴风雪，你来呀，你只能拖，你解不掉，从我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很荣幸我能教会你一点东西，吉安娜小姐姐。 Yes， 这把可以。